那么关于侯信宏票数超过半数，确定当选议长，现场马上响起热烈的呼声。最后侯信宏是摕到28票，废票一票。所来副议长选举，潘惠泉是摕到29票，两人高票连任正副议长。潘玉泉一票，潘玉泉一票。看咱林明厅啊的馆长，伊咧讲诶啊，伊要13乡镇拢要有一寡观光特色，所以讲阮一定会好好来监督。买好好来配合，和咱南投县的百姓会用过更加好的生活。啊，我嘛秉持着较早过去吼，啊替大家议员来做服务。啊，相信讲啊，伫咱何议长啊带领之下吼，啊我嘛全心全力吼，啊来配合咱何议长咧，啊来甲咱这议员做服务。何信宏甲潘玉泉高票连任正副议长，因两人嘛对未来4年富惠甲南投县的建设发展有真大的抱负甲期待。其中指出，政府已经选举，民进党并无推出人选，但是8位党籍议员拢将票投给家己，是展现民进党的立场。我们占不到1/4呢，只能自己投给自己哈，来捍卫我们的党格。28届南投县议会一透早，县内37席议员陆续完成报道，选势就一点内缩，嘛发生一个小意外。担任干涉人的南投电影发言议长，刚才听到议长侯信宏的宣读，要求无宣读世俗的议员，搁宣读一届，这个举动嘛引起议员林英宏的不满，和现场气氛一度真紧张。只有何前议长一个人他有练40，其他的议员好像都只有拿在手上，没有完成宣誓的这个程序。啊，我是我有念嘛，啊，想来再叫我念一遍。那个林议员啊，是对。啊，都已经有念啊，啊无拄则感谢人嘛伫遐，啊无感谢人到达证明讲我无念。感谢人看伊有意见，当然会用纠正嘛，好无？啊，如果咱请各议员再起立一次吧。做成国珍宪法效忠。需要大家伫感谢人的见证下，再度宣读誓词，就一典礼，最后就伫政府议长宣誓就职了后顺利结束。记者王祖如，长报道。